欢迎乡亲，带大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何美婷培养国小为着回馈社区，长期对学校的帮助，举办圣诞快闪表演活动。活动时早就这个光剑哦，分别步行来到学校附近的超商，甲陈家墓园进行表演活动，闹得趣味。河尾镇中心路上，培英国小的囡仔人手一支光剑，声势浩大，走上街头。到底因要去倒位？原来这挂学生要到学校附近的便利商店进行圣诞感恩快闪表演活动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我想培英是一个充满感恩的地方。那今天呢，非常靠近感恩的重要日子。那我们全校呢，小朋友呢，分头进行，分别在我们社区的 Seven 莱尔富，还有对学校非常有贡献的陈家洋楼，我们来进行呢一些课程上面的成果演出，希望呢能够让这个社区更活络，然后呢让社区看见培英，让培英去更爱护这个社区，也感念陈徐谷先生对学校的卓越贡献。很感谢啊，校长很用心办这个活动啊，我们家长会啊也全力支持啊，希望啊小朋友可以学到知足感恩。校长施顺心表示，社区资源一直是培英国小最重要的靠山，特别带着囡仔前进社区进行感恩表演活动。除了唱歌跳舞，高年级的学生特别在担架杨楼头前吟唱单溪国诗人的作品，来表达感谢之意。也是儿童放志愿，一身汉堡好正红，披花珍重。也希望透过这届活动，会当予社区居民看到培英全校师生的用心。台中新闻叶宏武、何美采访报道。